知道这是啥不？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糖多多爆米花，来放一点点油挤进去。好，开火，开完火不停的搅拌啊，一定要搅拌均匀啊，受热均匀，这样咱做出来的爆米花才会又大又圆啊。手不要停哦。哎，你们猜能不能做一锅黑色的爆米花？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好期待呀、啊！有人说黑色会影响食欲，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吃那个黑芝麻呀？还有那个叫做黑椰壳那个冰淇淋也非常的好吃，还有那个黑色的蛋筒，你们吃过吗？哇塞，巨好吃的！所以说不是咱吃东西吧，要尝过了才知道好不好吃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停的搅拌啊，搅拌均匀，受热均匀。我感觉它马上要爆了啊，马上要爆了。马上要爆了啊！哎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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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紧盖上盖子，开始换锅，轻轻的换下锅，换锅也要均匀一些，一定要换锅啊！你说爆米花，哎呀妈，这锅盖不是这个锅的了，差点发生了事故。关火吧，吓死宝宝了！天，吓死我了！这个锅盖不是这个锅的。哎，三二一，打开！哇塞，好漂亮啊，好成功啊。